在你家乡，来安排这首他去年不久一首开黑的机会，来安排秀爱丽的机会，来邀请我们的小茹长腿美女好听的歌声，稍后呢再为大家带来呢爱丽的机会来共同欣赏。
好，今天非常开心，然后我们再次恭祝我们中央 MK 我们的新朋友，我们可以有拼住新朋友哦，一定要来支持新人在就成全新了哦，感谢大家这一场的盛会非常成功，非常圆满。再次恭祝我们的创作当所六群阳集团董事长张彦明张董事长，以及我们的张慧山张总经理，原厂中华工程有限公司王万喜王董事长，大展室内装潢设计大展艺品赵景辉赵董事长，感谢我们的福村工程堂我们的赵福村赵董事长，以及感谢到我们的赵福镇赵董事长，也带来光南定的表演我们的水上汉堡影视传播，感谢大家的参与，非常感谢我们的 DJ 西西，谢谢，我是今天节目主持人应璇，期待下次再见面，谢谢，拜拜。